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欢迎胡宇威。Hello， 大家好，我又直播了。只有我们两个自己拍手。你的麦在哪里呀、啊？这边。你藏在这样子，麦往下收，要往上接。有听得到吗？好好，胡宇威来了，终于来到安安大明星，然后那边有一大堆人在跟你打招呼，就是他们都来看你的。我们今天为了要让那个胡宇威在安安大明星里面过得非常的轻松愉快，我们今天要吃饭。我觉得你国语，我本来想要说，我昨天听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好像你那个说国语有比较不一样。可是刚刚这段开场白让我，不是啦，我是听到那一首有磨鼻子的那个歌，那个的中文。对，不好意思，大家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我们现在两个要开始进入自己的世界，这样可以吗？好。然后那个胡宇威的新专辑，所以。EP 耶，然后这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看一下啦，可以吗？那你先介绍，因为我要拿东西。哦，你啊，天哪，你人好好哦，我第一次帮我拿麦耶，而且这么帅哟。对，里面有你这个版本是有 CD 附着 CD，有三张贴纸，有剧情书。就是他们预购的那个。对啊，其实我跟你讲，你这个外面就不用了，把它拿掉。可以啦，我要好好把它吗？你有签名哎、欸！嘿嘿嘿嘿嘿嘿嘿。各位看得到那个字吗？金啦。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吃什么呢？你不要打扰我们的，你不要打扰我介绍专辑好吗？好，那你给你好好介绍。好，那这里面有几首歌啊？三首。那会有那个 MV 吗？请不要打扰，昨天就上了。所以这里面没有。这里面没有，不，他不是给你看的，他就是给你听的。可是我们想看啊。那你就上 YouTube 吧、啊。你干嘛在我们想要收藏？不会啊，你这YouTube 是永久的。那怎么样办？就是卖几张以后改版，然后收入那一首 MV 的影片。你说那个档案传给你啊？其实我跟你讲，这是可以直接收藏啊。不要，我们要有一张，就是好像有封面这样子，然后最好这个封面可以截里面的一个精彩的画面、啊，然后成为一个新。你有想要改版要用什么封面？我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不会啊，不会，建阳哥，你这样的话，你要改版，你就可能要钱。另外一个出钱，然后跟印刷厂来讨论一下，因为你这一版很快就会卖完了，我只是先帮你的改版想一些内容。哦、OK 啊、嗯，那应该是为我下一张 EP 想。下一张要出专辑了，不要再出 EP 了。我觉得 EP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年这个你想做什么？这个年代了，这个年代，我觉得应该是要出 EP 是最好，比较好捞钱。对啊，对啊，重点当然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当然。他的名字我这个是版的，这是剧情书。就是有那个对，有可能就是有照片，照片有那个的照片，有那个吗？有那个的照片吗？的照片，还是不能有那个的照片。把手还给他，没有那个好，因为就是这个那时候是他不可以在你的那个，哎呦 ，yes， 这张可以啊，没差、啊，因为这张不一样的点，我有两个、啊，谢谢，我有两个，你拿两个麦克风这样可以吗？我来防，我防哦，你不要这个，等一下。我们现场现在有点混乱，因为想要衣服或胡宇威的衣服。我拿麦克风就好了，两只拿就好了。那你要拿哪一只？两只都吗？那你可以访问我吗？可以啊。好，所以你第一张，第一个直觉是什么？第一眼。你说看到这个第一眼的直觉、就帅啊。啊，除了人家以外啊。帅。OK， 第三个呢？也是帅。OK， 谢谢。Okay, Over。没有啦，就是。很久不见，哪里都没有。那因为这次是有两个角色在一个 MV 里面。对，你喜欢哪一个角色？很难说哎。怎么说？很难说也是可以说啊。因为两个都，没有，因为话慢慢说，话慢慢说，就是说因为两个都很帅。自己讲。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一起，永远就是讲话不会有。就是这。
没有内容，没有营养，没炸，但是都还蛮好玩的。不会啊，我们又没有强调要有营养，我们讲的是气氛。嗯哼，像你昨天绝对缺，就不会缺少。粉丝从昨天你那个记者会以后，然后就暴动到现在。哎呦，有吗？有啊，心情暴，发生什么事？有，我要拿麦，他在访问我。不会啊，我在访问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问题吗？啊，可以吗？有。不好意思，今天主持人是胡宇威。他的声音很大声啊，一定肯定。我们今天主持人是胡宇威，我是来宾。对对对对，我来介绍我的朋友的专辑，史上最贵的来宾。音批，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那请别打扰我们。请别打扰。明明是请不要打扰啊。歌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的歌名也是请不要打扰。对啊，但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前面。对啊，啊不然呢？请不要打扰啊。对啊，请不要打扰哦，请不要打扰啊，有两个专辑的名字，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专辑EP的名字叫《请不要打扰》，介绍的好，介绍好，然后歌名叫《请不要打扰我们我们的爱》，Yeah。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预告直播的时候，我不小心有就是做了一件大家觉得很开心的事，可能就是看到要看照片，对，要看照片，请上那个我们后面的安安大明星那个图文集里面，外面一直有人在偷拍你。这是没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开放这个空间，就是让大家可以拍个过瘾的。所以有空的赶快杀过来，我在这边远远拍也无所谓。OK。然后今天那个胡宇威来到这个现场，就是唱歌对你来说一直是你加入这个行业里面很想要做的一件。就是对我来讲，唱歌是一。拿着我拿一朵。没唱哦。啊，我摸到你的手了，摸到。我跟你讲。我只是觉得你要摸到泡面才是重点。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为什么？我已经期待要煮，我饿了。我知道，但你等一下，我们先做一些正常的事情。OK， 那正常的事情就应该是准备一下。好啦，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干嘛？这是一定要准备，这是必备的。我准备好了，我自己。这一定必备。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你对他的爱，但对对对，你赶快先那个讲唱歌这件事。哦，唱歌啊，唱歌以来就是我从小到大。嗯，哎、欸，我第一次看我们今天是很多鸡之外，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相机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然后因为今天他们一直跟你打招呼，他们是怎么了？就我们也不是很能够，他们是对你打招呼的哦。我觉得他们不是啊，你以为我不了解吗？当这个主角、哦，你已经红了，你不知道？我知道，但是在你身边，我们就是暗淡。但 OK， 那回到原题，有人说他的帽子很可爱，是不是啊？帽子在哪买的？这个啊，嗯，不能透露。好，没有要回答你的意思。好，你可以讲，你可以说了。唱歌对我来讲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兴趣，所以从小就天哪，这是个兴趣，原来兴趣真的可以当饭吃耶，都可以出 CD， 如果你可以出专辑，对啊，如果你是有对于一个兴趣，对什么某什么东什么某某某某某某什么东西有兴趣的话，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职业。我觉得你应该是成功了，有啦，你在我们心里都一直都很成功。然后昨天让大家就是为之沸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就说你是一个守信用的男人。我就是说到就做到，对，我是说到做到的一个个性。所以这件说到做到的事情，就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处理的，不用经过人家同意，就是说到没有、啊、你就是霸气，说我叫你来就来这样子。对啊，我那时候，我那时候说我要上你的那个直播，我觉得一定要。然后其实，看以来的直播，我跟你说，那里有一个戴眼镜，他说让他讲，没有，你先讲啊。好，以来的直播，我觉得还是缺少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我觉得要有更有趣的话。那我就想到，最近也不是最近以来都有一种泡面，好吃，好吃，应该是只能称呼好吃，然后我把时间，我觉得我要帮你准备，你继续讲，就是讲到六，讲到时间 ，no， 时间是要留给煮饭，不是我很想知道，就是以你现在能够使用的语汇，可以对这个泡面有怎么样的形容？人间美味，人间美味。我跟你讲，吃下去入口即化，吃下去一定100%无盐，无盐会尖叫，尖叫，会尖叫，有没有？有，这个关子卖得很大，所以
要准备了吗？拜托，让我准备啊！你坐好了，我们先看别。你冷静一点，我们今天是来做节目，让你可以。我们煮面啊！我们真的煮面呢。我要煮面。好，可以，水快没了，所以应该要倒，再倒水。为了让你有机会得到，对，再倒水。对，要不然会起火。而且我到，什么？这是冰水哎！我知道，不行可以啦。好，然后等水开了，我们才可以煮面。所以刚水太少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煮面。哎，等一下啊，那边有厨房，我帮你。你等一下啦，我直接帮你准备好了。等一下，我先做正事。这个后面啊，没关系，很重要。这个后面啊，这个要有前序跟后续。没有艺人说不要宣传自己活动，那很奇怪。自己宣传。好，我想，哎，7月29号哦，好不好？7月20号下午3点，呼吁要到那个高雄梦时代。你要干嘛啦？你讲你的。你等一下啦。我先喝。好，你喝。好。7月29号，哎、欸，你要去高雄哎、欸？对啊，很棒啊，梦时代、啊。那你要带我去吗？你如果你有空的话，好，我有空，我现在就跟你说我有空。好，那就是23号，23号我也可以去吗？哎、欸，你在喝牛奶哎、欸，那不是我的吗？啊，你都不喝？啊，你把你喝掉还问别人不喝？开一瓶，这很奇怪哎、欸。来，我们就喝同一瓶就好了，有需要这样喝两瓶吗？绝对不够。哦、oh.。这是为了身体健康。干杯，干杯！你宣传完了，很好 ，Thank you。干杯。要先喝完了，好。我今天啊。哦，好喝啊，蛮好喝的。哎，真的啊，哎，他们买最贵的。哦，感谢贵。因为你要来啊。都是贵，我是 no， 他们是我的贵人。不好意思，陈秀清董事长，我们水还没有开，现在不能煮面。等一下火怎么关？火是最大的吗？你干嘛把它关起来啦？哦，火最大。哎、欸，你干嘛把它关起来啊 ？OK。好，你冷静一点，先宣传。好，你牛奶喝完，我要喝牛奶，你自己讲。OK， 你喝牛奶。好。OK， 所以你要带我去吗？OK 啊，你就可能我 OK 啊，我 OK 啊。那你那说到这段，我是真的要的个性。只是他有没有带我去，我不知道啊。你要问那个。不是，那你不是说你？我可以啊，你要带我去吗？你要来的话也可以，你有自由。我有自由进场的。对啊。可是我不是只是想要去签名而已啊，我想要。对他要主持没关系、啊，然后到时候主持的时候有来每一场都有。专属的泡面可以吃，我真的这样觉得。OK， 反正你赶快喝你的。7月29号，高雄3点 ，OK， 梦时代会在那边办签唱会，然后6点的时候在台南的 South Park 南方公园，然后8月5号4点在台中的大鲁阁新时代大鲁。哦，你喝完了？喝完了。进行下一段。签唱会啊，不，反正这样的时候是签唱会、欸，希望大家会来。会啊，他们都会去啊，就2天都选好时间。OK。在网络上大家应该。你倒错水啊！这个水要等到民国几年了？我们先做一件别事。什么事？那个 MV 那个大家想要线上看。等一下、哦。没有，这确定火有没有开、啊欸？我真打你耶！我真觉得我真的很大胆。不会啊不，我们就是这样啊。我懂。我跟你说 ，OK 怎么样？我们要。看你的最新的 MV、哦、你们要看，我们要在线上 看，我知道啊，就是你那个 MV 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喜欢，对，谢谢。可是你要自己 Q 带子，怎么 Q？ 就是我们哦，所以你们会进广告的意思啊？不是啦，我们这节目就是一直有你那个 MV 进来，就是我们帮你免费播，然后一直播这样。所以 OK， 那我那个 MV 是这样。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导播工作这么久以来，他已经做了快要100场安安大明星，然后他没有这么害羞过，他今天很害羞。哦、所以要一起的，没有一起来，他现在在镜头的后面等你 cue 他，所以他想要跟你有一个 rehearsal。怎样 rehearsal？ 你要用一个比较老派的 pose。No， 来来，你等一下说，请看我的最新 MV， 然后你要这样。等一下啦。好啦好啦，不用啦，你等一下，你坐好。我到后面去。我以为你回来啦，快点！你真的你没有这样， okay. 你没有这样，他不会用。但是你要先跟他 read， 因为他少女心，他 tempo 会抓不准。OK， 那你要先跟他试一下。那怎么对？你就OK，
还没。然后你要问他说导播你好了没？他最近喜欢跟艺人对话，然后你会听到一个大嗓门的女人。哦，你们。因为我们虽然你要骗谁？我真的，我们出了三四机，但是我们经费都用完了，所以没有耳麦。他的耳麦很贵，所以我们，但是我们有空中传情。OK， 我们导播，所以导播在楼上看了吗？没有没有，导播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等一下喊很大声说“我好了”这样子，你会听到。Okay， 好好，我等待。对对，那你跟他 rehearsal 这件事情的导播，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导播？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我们是真有导播，你相信了吗 ？Right， 好，那你等一下就要说。但是，我 cue 他，他没有 feel， 因为他爱的是你，不是我。导播，你听得到我吗？导播，你要回说有小薇薇，有不是不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好难得可以这样叫你小薇薇。导播，你就说我有听到小薇薇这样。导播，你有听到我的意思吗？哦，好，所以你就说，好像机器人，那就说有。所以他等一下会说有，我听到小薇薇这样子，他会 cue 你这样，然后你再说请看。OK， 来，准备了，导播，导播准备了。你要深情一点，要说导播，你有听到吗？这样子，用你那个很有磁性的声音。所以我要说什么？导播，你有听到我声音吗？导播，有。你有听到我声音吗？我跟你说真的，还不错吧？你要鼓励你所有朋友都来参加好不好？叫陈廷丽也来参加一下。可以啊。好。你们要敲啊。有啦有啦，我下次就找他来，好不好？好。啊，你要說，所以哦，我要准备了。他听到了，你要说请看这样子。眼泪在你眼眶打转，所有委屈我明白，你说决定爱我之前就怕会有这一天，当有人说我们迟早分开，最后结果没结果，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有没有听见，请不要放弃我们的爱，我会对抗全世界，好不容易坚持走到现在 baby， 你早答应我要勇敢，别留下我一个人，是我给你伤害，错在想得太浪漫，遗憾现实就像无奈，随便破坏这份爱，当两人在一起发
想要一个人。留下我一个导播好看吗？导播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当女主角。哎，其实我刚刚明明听到好看，没有，不然你再问他一次。他喜欢跟你对话。哦，是哦。然后你说导播好看吗？导播好不好看？他说水，你要水吗？我帮你倒。哎，那里面有两个造型，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哦，两个造型。你麦克风近一点啦。好，第一个造型是造型 A，造型 A， 第二个造型是造型 B， 造型 B， 就要这样分 ，OK， right， A 是刚刚既然说是我通常就那戴眼镜的那个，一就比较常看到你的，对，就习惯看到温暖帅哥，带一点个性的，然后假装是黑道那样子，没有邋遢，它是一种那种比较豪迈这样子。我麦克风怎么样？他麦克风怎么了？怎么了？压到吗？没有啊，我刚刚就这样。有啊，你把它关掉了啦。我刚哎，真的哎，你真的很奇怪哎，你没电了。哎，没电哎，麦克风没有电哦，制作人。那趁现在可以先。哎，不要这样子。OK， 重点是今天的重点就是他。我先放泡面，你要去哪里？我觉得胡宇威就是一直他肚子饿了，然后他一直今天想要来吃饭。而且今天听说你已经怎样？从早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一餐。因为你要来啊，对啊，担心啊，紧张啊，有点饿，很饿，这样各位。你不要开那么多包啦！我是帮大家准备。哦，好了，大家吃，我都没吃。哎，胡宇威没有麦克风哎，有声音了吗？没关系，可以透过那个今天的麦克风。哎，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进入节目的正题哎。重题是在这边。哦。可是。降真的。降。哈哈哈哈。No！ 你可以。降了。哦，没关系啊。重点我还有一个。好啊，你用啊，你留着。好，不好意思。失态了，我们这样，哎，你这有口袋耶，胡宇威。你刚刚把那个，我帮你把那个东西放里面。哦，我穿反了哦，你穿反了哦，啊，我看一下。好了，煮面。好，反正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我帮你慢慢煮。好，慢慢煮。没差，就是不要煮太熟，煮太熟就太软了。欢迎收看《型男大主厨》。胡宇威啊，那最近发了新的一批，然后跟煮面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就是喜欢跟建安，所以你喜欢下面给人家吃，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你说那家餐厅吗？不错，那家不错。哎，快好了，快好了。哎，建安现在没有讲话，没话说了。我觉得呢，那个我其实都不饿。为什么？就我不是很爱吃面啊。那你明明就下面给他人家吃，那是你在下面要给人家吃，而且你要下面给我们吃这样。啊，对，哦哦，真厉害的男人，我想震惊一点啊 ，EP 才会大卖，你知道吗？要大红大紫，大红啊！我拿给他们看。
我拿了，要大红大紫才会大卖。对对对，我拿了。哎，你另外包呢？有啊，就那里这里。你丢到下去？我没有丢啦。我跟你讲，这是史上。他不见了，他不见了。最辣，没关系，还有一包。哎，谁捡回来？好，我拿了，好了，好了。陈耀新董事长，赶快把他妈的调味酱还我！不吃辣的，我还可以，但是我们就是要突破，赶快捡起来，在哪里？你是哪个公司的人啊？好，哎，讲一下啦，讲一下。我在讲啊。对，那个 MV 刚我们看的那个 MV 很好看哦，谢谢谢谢。对对对，那个女主角选的真的很好，嗯，很棒很棒，她就是一心相挺哦，真的，嗯，因为就是很好约吗？还是约很久？就约很久啊？真的吗？电话大概打几次？应该是她约我，我就她约你？因为我拍这个 MV 要两年呢，不是拍这个 MV，哦，是已经两年才。发这张专辑，对啊对啊，所以他就陆陆续续有在问什么时候到底要什么时候拍，哦，一直都记得这件事。那我就跟他讲说是一定会发 EP， 所以一定会找你。比较都在什么时候聊这件事？白天还是中午还是晚上？看你的想象力都有。我就想说大家随时都在讲这件事，也很好。哎，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我真的觉得，哎，你这有口袋耶，胡宇威。哦，谢谢。你不要咬这样子啊！你是这么帅的艺人。哎，好恐怖哦！好了。哇塞！哎，欸！哦，我闻到，哇，好恐怖哦，超辣的！你等一下，你坐下来啦。我要给他特写。好了好了，我帮你。来，丑死了！给他特写。哎，欸，我跟你讲，这有这边你挡到光了，啊，我管你挡到光，你自己会发亮吗？欸，啊，怎样？哦，都不知道你们哦。好，等一下，他们少了一个东西，才不会那么辣。什么辣？那个，那个是喝汤的。这是什么？哎，欸，这样太面多一点啦，啊。芝麻的，快点啦！我另外一碗还有。不要啦。我们一分一文，一人一碗呐，啊，一起吃住。哦，会啊会啊，在那边呢，啊。好，那你拿，来吧。会有点多吧。我帮你拿啦，你过来。好好好。好恐怖，那恶心啊！一碗面要吃啊。哎，你在干嘛啦？你加了多面。我穿白衬衫呢，欸。好了啦，你刚刚。你等一下留在擦地板擦回家了。有啦，这里啦，这里。不要怕。OK。我帮你擦地板。好，各位。怎么啦？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谁跟你准备好？没有。等一下，我给你照看。对呀。哎，其实蛮好吃的。发誓，我发誓，很好吃。欸，是谁说要敲他来上安安大明星的啦？你呀，啊，说的，我说的，以为。哎，你就一直拍照，你这他今天都不要下班了，他今天你来就一直拍。你到底要不要说？哎，你是来宾哎，说两句话好不好？我要专心用我的画面。可以了，可以，这个已经够了。好，哎，先抽一个题目啦。OK。好了，快点来，快点。帮我抽。我帮你抽。等一下啦，哎，欸，旁边一直有人要干扰我们节目进行的流程，欸，哎，啊，真的很奇怪，欸。哎，欸，一口就好了，好痛。我这是我的啦，你就整碗啦，啊，我帮你抽。哎，欸，别，欸，哦，那么辣，要死了。哎，欸，我爆粗口，欸，哎，欸，很多，欸，哎。不要在那边假。我们现在呢，这些面就是开始要给网络上就是分享，然后署名两个朋友，你就可以得到这一碗面，好不好？我们就把你送出去。我们今天快递的钱我付。我问你在哪里？你在什么北京啊、上海啊，通通可以这碗面送给你，好吧？来，好。他一直叫你擦干净那个手啦，他说偶像明星。谢谢。哎，欸，胡宇威太大碗了啦！一口呢。好，我们来看胡宇威今天要
快问快答，哎、欸，没有快问快答， okay. 我们就是那个妙问妙答的第一个问题。OK， 可以吗？所以，我问完我们就一考。好。我回答完我们就。第一题，等一下要擦哪里？擦地板吗？收锅子比是谁说的？哦、不用就放着啦。谢谢，不要。他可以算面啊。不要了，算面好像不好。如果你的女朋友脚很臭，你会愿意闻鞋子还是袜子？这是什么题目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在我们今天你要来的时候，我们刚好现在有实习生，你知道什么叫实习生吗？就是他们平常在念书，然后假放长假才可以来电视台打工。那我们就跟实习生就是招募题目，而且我们跟他们说一定要很有趣才可以被选到，所以等一下只会比这个更好笑。我觉得这题的那个有趣指数大概只有一而已。哎，你流汗了哎。我来就好了啦。套一句你们贵公司最爱讲，我就是最爱自肥啦。对。Okay, 不要那么多废话。没有，什么叫一个人要吃？太多了啦！哎、欸，你这比较小啦。等一下。我自己夹。好，你夹。你那个比较不辣哎、欸。等一下，你要先一直有人说要拿麦克风，然后一直有人叫我要吃面，然后重点是你没有回答问题、欸、就是脚臭的话，你要闻鞋子还是袜子？我们礼拜天再吃啊！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回答完我们就一口下去，一小口就好了。好，那一题你喜欢吗？还有八题耶、欸，刚刚还没回答，不然先换另外一题。脚臭要闻鞋子还是袜子？还是鞋子。为什么？可能就是鞋子总是要脱，袜子就袜子比较跟脚更近，先靠近远一点。哦，就是鞋子是隔着一层那个。哎、欸，其实蛮辣的，蛮辣，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啦。哎、欸，我跟你说，你每次就是我，就我都吃白锅哎、欸。什么？为什么？就麻辣锅，我都吃白锅。我知道啊，上次那个生日会之后，我们就有庆生 啊，然后就那今年可以不要吃白，不要再吃麻辣锅吗？可以啊。那会你要到吃泡面啊？你们公司搬家以后就经费很拮据吗？泡面那个时间已经快没了，赶快。恶劣，我撕一条就好了啦。你知道我不敢吃辣、欸。其实蛮辣，你不要再假装了，你根本就吃一，很会演的，过来，啊，我喂你，啊，一点点呐、啊，为了节目效果嘛，我帮你，你不要吐回来哦，你不要吐回来哦。没有麦的声音，我帮他翻译。史上最好吃的泡面，可以再喂我一口吗？可以。下一题什么？第二口来了。OK 是吧？你吃是吧？你帮我翻译。继续讲话，哎、欸，你的感觉是如何？哎、欸，其实我还可以吃下去，我觉得不够辣。干嘛？嗨，转碗。
一碗是你的啦，太大碗，哎，啊，其实会冒汗，其实蛮辣的。我现在已经冒汗了，好恐怖哦！哇，你看我给我这么多汁，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把酱一口干掉。我被冻了，哦，我也冒汗了。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开始告一个段落。我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你还可以，你看，你看，他没有特别冷，的热。他只是假装，他脸没那么红。我跟你说，我是从头顶冒汗。但各位，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的、啊。请、这个、问你知道铅笔姓什么吗？铅笔姓铅。谁出的题目啊？怎么音？它有标准。铅笔姓什么啦？铅。哎呦，像有那回收，那我们有点 delay， 我吓到了，声音有点大。那个女孩现在捂着脸，她觉得。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姓肖，为什么？削铅笔没？哦，烂透了，什么东西啊？好适合你的题目哦，真超棒的。我在看今天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哦，胡宇威，我好热哦。Oh my god， 我真的身体有点热。这还，我觉得还可以啊。哎，还可以啊。我最近想要染头，有建议什么？应该染什么颜色？染发剂就在里面，要不要拆开来染？但是这个颜色是酒红的哦。啊、嘴唇是在烧了。有啊，现在是麻麻的。我现在一直。你要有冰淇淋？我觉得我不用冰淇淋，我闷一点。你要冰淇淋？我不要，我不要。好啦，一个人一个。吃的会有用吗？吃的会比较就是减弄那个烧、哦、那个辣。辣，因为它是渐渐的会开始很更辣，但我觉得还哦，我真的觉得好，我也在流汗，对啊，这还不哎、欸，其实说实在，难怪你要戴帽子来，这很奸诈哎，不要啦，头发都塌了，不好看啊，就很好啊，要死，好了，回答问题，哦有，其实这样慢慢的开始红了，哦，慢慢的开始红了。的就是因为他平常也 不太会吃啦。对啊，我没有吃。那还好啦。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哎、欸，排骨饭跟鸡腿饭，你现在想要吃哪一个？要炸的还是卤的？卤的。那你要加卤蛋吗？就是冷消微吗？你怎么可以羞辱我们的实习生？这是他们的题目。OK， 那就我直接回答了。好。要不要什么？要不要卤蛋？要不要加卤蛋？在什么？你要吃排骨？你要先选饭。你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有点沙哑？就是我现在又进入那个辣的状态。嗯哼。排骨饭还是怎么鸡腿饭？鸡腿饭。那要炸的？炸的还是卤的？卤的，要不要卤蛋？嗯。这好像是。哎、欸，你还没有、哦、要你没有回答主菜啊？是排骨饭还是鸡腿饭？鸡腿饭啊！你现在才讲啊？你凶屁哦！对啊，你已经醉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是服务我们那个三立暑期实习生，那他们就满足一下男神对的。哎、欸，这什么东西啊？刘书鸿跟刘以豪选一位跟你演床戏，干嘛牵累别人啊？你会选谁？为什么？那我问你。好，我跟你问。不用回答这个。好。如果我看他能问出什么来。哦，我好热。哇，蛮辣的。这个。你说话。开始是。说话流畅一点好不好？你这样一直 K， 很糟哎。你肯讲，我再煮一碗。你不要再煮了。演床戏的话。嗯。你敢不敢跟你自己？跟我自己？
跟你自己演床戏、跟我自己演，你对方是你自己，就以防就是例如实体的话、就是说你的双胞胎啦、你敢不敢？怪怪的，听起来怪怪的。没有不怪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跟自己双胞胎演床戏，好，那就不要问你了。好，那就问刚出这题的实习生。他们不在现场啦，他们应该有看直播吧？你就叫他们留言哦、喔。啊，对，赶快留言。留言只会问你说你要不要跟陈婷婷演床戏而已啊，才会问这个问题。戏、都已经播了哦，真的都过去了。但是那是没有床戏啊，是有啦，哪有？趁现在啦！哎呀，真的还记得哎、欸，谁不记得？他生气了、哦。我的嘴唇，哦，好红哦、啊，就跟人一样红啊，人那么红。啊、我看到部位，什么部位？洗澡要先洗头还是先洗脸？然后洗好了要擦干的时候，屁股跟脚你会先擦？什么东西啊、哦、？OK OK， 好，洗澡一定要先洗头。好，啊，洗好要擦干。洗好要擦干，擦屁股还是擦脚？先擦哪个？同时，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没想到哈。嗯哼，你第，哎，你热的哎、欸啊，我刚刚带反。对啊，没有，是我帮你带的。哦，谢谢。那个，因为地板有那个铺、那个垫子，对对，算是垫子、然后吸水的垫子吧、然后一踩出去，然后就刚好同时就擦屁股啊，擦身体啊，然后就脚也顺便干。那好无聊的问题哦。哎，实习生他说你很无聊，或是为什么要？现在的孩子想要有一些想法嘛，就跟天王沟通，然后你用这种方式，这样态度不好。最近的，这样人会说你大头病，你知道吗？最近的、还没问完，还有偶像剧也太重口味了吧？想要知道屁股还是脚？哦，这题我喜欢。你跟你老板去裸奔的话，谁要跑前面呐、那你会认真跟他比赛谁跑得比较快吗？我们请你老板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我有两个老板，我有休息，就是躲进去的那个老板，他是女的，他是第二个老板是杨老板，他是男的，是，所以是问哪一位？我们就各自问好了。如果跟陈秀清董事长一起裸奔的话，为什么要裸奔啊？我也不懂，就最近裸奔在你身上一直是一个阴影，擦脚，裸奔，就你上次那个记者会上说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我没有所以你是什么？啊、我真的觉得很烂。那你要会跑前面吗？为了保护老板，我跑前面还是跑好后面呢、哦？对啊，啊跑前面呢、啊？为什么？我演给你看。好，你演。不简单。哦，就这样就好了。啊，有什么尴尬的？好，那你23要表演裸奔吗？表演不了，好，不好意思，场地太小了。剩两只啊，你要先问哪一只？好。哦，一直流。我觉得你那个已经退了，要不要第二？哦。你要干嘛啦？你不要再煮了，我现在一直在冒汗，都没有要停的意思。你在冒汗？我的肚子在燃烧。刚刚突然。我知道。OK，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是史上最期待的安安大明星，然后是史上最无聊的一集耶，就是一直吃面。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先导播，我们先这个我帮你问，快点。在问之前，导播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留言现在有多少人了吗？我最近刚生了一个女孩，我老公姓陈，你觉得取名字叫婷妮好听吗？哼哼。那个英文名字我已经取好了，叫做 Annie。哦，很好啊，很好啊，很棒啊！这应该是要跟Annie 报告，不是用跟我。不用跟他报告，他是要问你的意思。他不是用我的名字啊。啊，他只是这样问你评价。他用我的名字，我就一定是100分啊。哦，所以但是有点不符合。叫陈宇威的话，他这样子。没有，他用英文啊。没有没有，我就说叫陈宇威，然后叫 George。他是女生。OK fine。那如果是女生的话，Georgia 可以。球姬陈球姬这样子，球安杰丽娜球丽，哎呀不错，那个球，但取得好，取得好。
通常这种问题。OK， 导播，那好好我想知道目前为止的话，最后一题啦，我们的自己开啦，人数多少？没有没有，刚刚煮面，然后全部都走掉，他们都去买面了。没有没有没有，导播，哟，有几个？他回的，一万。好靠，破两万，要不要再一碗？不用。再来一次就好了，就再来一集，认真一点。哦，就是反正就要全部让你弄讲完了 ，OK。哪有人让啊？两个姓陈，一男一女的朋友，欸、我掉到海里，我念给大家听啊，我念书啊。我你有两个姓陈，一男一女的朋友掉到海里，请问你会先救男的还是女的？比如一个是简，哎、欸，干我什么事啊？一个是简安，一个是婷妮。等一下，两个姓陈哦、OK 我刚好有姓陈呀、比如他姓胡哦，一个是一个 OK， 先救男的还是女的？你让他们这样看啦，对对对，哇，我自己要看呢、啊，你不用看，你我觉得他这个辣，的后续还蛮强的，他说他味道有一种让你可以醉的感觉，辣不辣？超辣，很辣，我以为会让你醉，有点醉醉，让他喝酒的醉。你赶快回答问题啊！你真的很奇怪，你到底要不要救我啦？我要，哎，我跟你讲，好，你说这个，嗯，我只能救一个人。然后呢？ Okay, 这个时候是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时候请选择，请跳 MV， 先看，他来不及 Q， 然后哎，他说他问你，你有听到吗？他说要看吗？要看这一次吗？对啊，要再一次，要看观回来再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好，可以啊。还有没有？就是看观众的反应呢、啊？有啊，大家要看啊。要再看一次、啊，因为我想要擦擦汗。好辣！好，再请再播一次。其实还好啦，说实在，我耐受度是零啊，我就不敢吃辣，我是认真不敢吃。我今天人生第一次问你吃辣、欸，哎，我跟你讲，你真的要长大。我有，我长超大的，我今天一下吃很辣。对啊，你连长大的那个辣都不能吃，真的太。有啦，我有吃了啦、超辣的。就是你可以沾呐、但是不会。对对对，就是那个稍微那个浇一下，什么都 OK。哇的状态。有一些人是碰一碰就亡身了。就是我懂，我知道，就是健忘。刚刚你也有救我啦，所以还好没吃那么多。你可以吃这么多、哦，还可以，但是最后面开始有，你开始那个崩的时候就，哦，里面在烧。所以呢，但还可以更辣。如果他找你去代言的话，你要可以啊，这还不错啊。我知道很好啊，那我可以去主持代言吗？那你也要吃啊？我吃啊，我吃那种东西就要吃啦，一定要吃的啊。对啊，有这种重要时刻。代言那个跟当这里主持人，没有什么差别、啊。有啦，就是传记啊。哎呦，没有一样啊。但他开，我们还在。没有，还在播呢。但是他开双框，所以大框是我们在聊天。所以我们有背景音乐。有，他们现在背景音乐就是那首歌，这首是全英文的歌哎。你自己写的？不是的，我那个字是我写的，对啊。我说那个 MV 上面的字啊。哦，对啊。对啊，词不是我写的。那你是故意这样像画画一样写，还是你写英文版就长这个样子啊？你的英文字，你看我这个字就知道是我写的、啊。你说我手上画也是我写、啊，那是我左手写的、啊。哦，真的哦，左手写右手、啊。你要不要学一下？有笔吗？
有眉笔吗？签名笔不需要为了他做这种事情吧？你还给我用烫金的嘞，你。不用啦，我真的。啊，播完了，欢迎回到今天最好玩的直播。哦、我们现在有点讨论到一个下金，哇！我以为说那个刚刚那个手上的字是自己写到自己手上的。是啊，你跟罗南健没比啦。为什么？因为他比较好洗啊。走了。对啊。你干嘛？明天几点要工作？不，你想要干嘛？没有，我是先问啊。哦，先画在这样就好了。哦，你很爱漂亮哎、欸。不是，那很难洗哎、欸。我自己洗。不要了，不要让，不要这样伤害自己，这样洗就不是。他说伤害我，我真的觉得贵公司真的文化很奇怪耶，就是让别人去。没有，我只是说明天吉尼要上班，而且你就 你用左手写在我的右手上，我的右手也写在你的左手或右手都无所谓。不用认真写在纸上。啊，我有一个东西。早就知道你今天会做这种事。有人有火鸡吗？或者就是手扒鸡吗？我啊，是一个最懂粉丝的人。等一下呢，他会在我的手上写，然后呢 ？Kiss me， 是不是？然后我们把这个手套送给留言的人，然后你选一个，然后把它送出去。其实啊，对你懂。对，然后你想说心很好，当然。但是你当你寄出去的时候，对，字都已经模糊掉了。重点是心意，是 kiss me 变成变成不会，这是心意的问题，不是啊。哦，你真的很爱泡啦。不是不是，我们要這樣，你明天几点上班呢、啊？如果一大早 你要来载我哟。不是，我是建议你先早一点起床，还是要我去载你啦？我建议你提早起床。你想干什么？因为你可能上厕所会不舒服。我知道啊，我现在就有感觉了。那你赶快去，我没有，没事没事，我还可以 hold 住，我真的没有别的本事，就是吃苦耐劳又能撑、啊。你真的帮我写上面哦？哎、啊，要送人呢、啊？送什么？送粉丝？只会糊掉？不会，真的会糊掉。啊，你姓胡，糊掉也正常，好不好？想当年，我们拍了400多张，有多少张都糊掉？对吗？然后就这样，啊，感觉真的很像刚刚吃手扒鸡出来，然后直接随便乱写哦。我真的觉得蛮好的啊，就不一样的感觉。有人要这个手套吗？签一下名啦。好啦，快点，干嘛那么不甘愿？我帮他们争取的。等一下啦，你签在我干嘛签？签 Kiss Me 旁边啊。哦，我签这个，签在这里。对啊，这边。哦，好，这胡宇威要送大家的那个只有一个Bruce Lee， yeah right， 好，胡宇威送大家的手套哦，李小龙签的，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要把它送出去，好不好？你最好啊，那、这个、真的送出去东西都烂掉了，怎么送呢？发誓，因为你那个不够坚固了，不会，我知道，我们就可以给，来人呐、啊，把那给我保护好。我觉得我们要进行看每个人的留言了。好，来人啊，因为如果他们有一句话说再吃一碗的话，我乐意。啊，哎、欸，你这样真的、哦？他是我的制作人，然后给你 Q， 我不懂为什么。而且他，OK， 你干嘛？我们没有要进行那个单元。真的吗？没有吗？随便你自己回答啊！哎、不好意思，现在他自己主持哦，现在节目是胡宇威的。你赶快吃，我跟你讲，吃冰淇淋会比较好。我觉得是吃这个好了，要不然你没有嗓子讲话，你自己来，自己来。OK， 可以。我们要准备3张吃的问题。哦，真的吗？好，听一下，听一下。三张，他会看画面。哦 ，OK。第一个问题是。哦、好多字哦，好多字哦！最想对胡宇威，你自己念，你自己。每一个阶段下认哦，现在阶段下认真努力的你。哎、欸，你现在自认是比较多哎。正能量的你，我们一直都在这个什么 O 啊 ？O 哦 ，OK 。请问宇威这次在选择
选歌之中，为什么字这么模糊啊？有没有让你在不就是近视眼？左右为难，很难取舍的这个什么？遗珠之遗歌曲，遗珠之憾，那不是遗，那什么东西啊？遗珠之憾，祝福与围堵，那 Disturb EP 大卖，占据各大排行榜的第一名。啊，谢谢。所以这是问题吗？是，不然这是什么？我OK， 等一下，我吃冰淇淋，我要用这个吃冰淇淋。有什么为难吗？有什么难度吗？你要不要吃冰淇淋？我，你吃，你还好。吃一口啊，没关系。都融，那没关系啊。我请你了。啊，你要回答别人的问题。都不冰了。对啊。Okay. 都不冰了。啊、哦，得救。你是要不要回答啦？等一下，你要跟我翻译一下。好，你说哪一个句？他说最想对胡宇威说，翻译就是他就说你这次选歌是有几首下去选啦，就是他觉得你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可能想象，可能跟我想象想的就太。也没有什么为难的、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三首是唯能唯可以说是我花很多时间去收这三首歌，所以是在等待，在等好歌，才是最为对我来讲最为难的。我们依然没有改变的是，听胡宇威讲国语还是要有点耐心。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突然之间，他们会很开心，以为我们两个在做什么？是，对对对。那 OK， 那所以没有为难，没有为难，就是三首歌，就是选出来之后，你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主要是你唱，而且就打中你的心。对你唱你喜欢的歌，你会发现，放进的感觉，唱出感情会比较容易。OK， 再来是记词也比较容易。然后就是自己会自嗨，这个你很会啊。那然后哪一首在自嗨度上会比较强大一点？那到时候就要看粉丝他们的头摇，他们不用投票，我已经知道他们头在哪一首歌会比较会摇，所以他们会在那首比较奇怪的歌一直在摇头。但那首歌好难摇头、啊，就是昨天你公布 MV 的那一首，应该最受他们的喜欢。那我们就强迫他们在你签唱会那天听那首歌都要一直摇头这样子。Okay, 你会唱那首歌吗？哪一首歌？昨天公布的那首，请不要，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没有歌，我很尴尬、欸。很尴尬。导播他说没有歌，但很尴尬哦。那我们先看下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他不听我 Q 哎、欸。啊来了。上次到什么？你去挪威旅，因为你近视眼啊，你那么度数那么深。上次到挪威旅行的时候，你有看到极光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旅行当中特别有趣的事情吗？生日快乐！祝谢谢。Do not disturb the EP 大卖，一定会大卖，一定大卖。Of course 大卖。上次去挪威，你有看到极光哦？啊、有看到极光吗？你拿着手机不玩，然后借我看。不是 ，OK。我帮你啦，我帮你。我知道他先在那边。极光有看到，极光有看到。那时候在跑步还蛮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哦，真的。那你有尝试全裸去运动吗？干嘛叫全裸？又在全裸。OK， anyway。好，你如果跟老板去裸奔，你会选哪一条路啦？我刚刚不是说往前吗？不是，我说哪一条路？港前路哦，内湖港前路哦。我说还是。台北市民权通路三段，我们没有时间到的问题耶，就是你们家的艺人一直拖时间，他回答完问题。拖时间，我一直在回答。哦，好好好，下一个问题是麦克风又怎么了？又按到了，你按到静音，哎呦，好了 ，OK， 好，第三题是，快点快点，我以为生日快乐，期待你跟你的老板一起裸奔哦。谢谢啊，不是，很期待看你拿下金钟、金马、金曲奖。哦哇哦！哇哦！现在最期待你新 MV《双面杀人魔》演出。不是已经看到了吗？哦，还有一个、哦，之前就期待你演吸血鬼了，不是？他们很喜欢那个哪一个？就是留很长的话，你就是一个很让人愿意跟你分享的人。听说九月你的晋级版闪电要上档、哦啊，期待看到
邓尔豪。哦，你去练击剑那个？对，要上了耶。对，邓尔豪、wow、那时候的一个角色，九月就要上了。真的，祝你专辑大卖哦，期待裸奔哦。刚我什么事哦？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句是这个意思的，他是说到时候加码、一起的话，我觉得会更好玩哦，这样子。没有，最好到时候加码、安安主播一起裸奔，我想会更，我想会更会更精彩，更精彩，对对对，好吧。哎 ，OK， 很好啊，很好，很好，很好。下一个要应该是，我觉得是问题会比较有话题。还要看线上的问题，线上都没有留问题啊。有啊，之前啊，这些先好，我来看。我们现在找一个有人留的问题，来来来。刚刚有啊，我刚刚都有看到。有啊，我知道，我帮你找。哦，好少，我、哦、真的有好多。雨薇第一次看到你演戏的时候是《终极三国》哎，现在你演《终极三国》的你，什么永远都是十八岁哦，祝你永远都十八岁，这不是问题耶，这是祝福。谢谢，永远都年轻，但总是一要圆。你看吧，他们都说你那个问题都没有回答，我都忘记问的是 哪，我已经忘记了。你刚刚都一直瞎乱弄我，我今天主持完全没有章法，然后一直叫别人吃面，然后我现在辣到头都昏了，然后一直有那种反胃东西出来，我很担心明天早上要早起才来上班，我现在整个人状态就是呈现一种焦躁。对，啊，讲完了 ，OK。那是抱怨吧？不是抱怨，那是说明，是对您的一种告白，这样子。Oh, OK， 好啦，今天那个余文来到这边，然后要那个，哎、欸，怎么大家都一直在讲重复的事啊？什么事？就是都说你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啊。什么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吗？嗯，比如一个就是那个问题啊，就只能救一个人哦。对啊，我觉得，哎、欸，真的，这个人说话真的很诚恳。他说：“我今天被你辣疯了，是不好意思哦，大家，我们礼拜天再好好处理这件事情。”怎么了？没有，他说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在这边玩，他们很开心，但都觉得没有听到重点。这是他重点东西已经新发行 EP 了，这是重点。对对对，但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刚刚有测试，泡面有多辣。而且我们也谢谢建安哥，我知道一家烧，建安哥已经为了这个节目付出这么大的一个，我跟你讲，人生第一次，感谢你哦，你身体真的超烫的，你有感受到对不对？我真啊，你还好吗？你还好哎，哦 ，so hot。OK， 反正就是你们要我回答，我就是 OK， 只要跳进去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你说。就是必须要有人死嘛，对不对？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有一个人在水里停比较久，你为什么要这么极端？他只是先救，没有说没救起来就没命，就一定要有人就是我们挂掉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唯一能做到就是一定是 ladies first, gentlemen second, 然后我牺牲我自己， okay. 我自己后来就一定要。啊、哦！把你们推到上海，岸上，然后自己就漂浮走。不用不用不用，你干嘛离开他？还没有，他要先救陈廷妮啦。好啦，回答完了。Ladies first。对，你就直接说你要先救陈廷妮就好了，他们就是要听这个答案啊。但好，没关系。好，回答完了。OK。我觉得人生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进入一个安大明星的新的境界。OK。然后我现在真的好热。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这样的节目之后啊，可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蛮无厘头的，然后大家都很死心塌地都没走，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很好啊，对，就是他们看完一个小时之后，应该会发现今天什么都没看到吧？所以看我们在吃面，有回放。回放他们会经过这个节目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样的节目来考验他。你是考验什么？我这次是我开的就是辣椒、啊。不要这样子，我们下次会禁止，我们不会再来这个场地啦。我们通常其实我还蛮期待我下一次再来，我很想到什么点。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是等我想到一个点。想到一个点吗、好啦，反正他想法也不是很容易想到。其实还蛮多点的。你不要这样子。对啊，那礼拜天的那个活动理由要跟大家那个礼拜天的活动是礼拜天是23号，23号、oh, OK, 23号是我的生日会，然后能来的人是从预购订了那个 pass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们都是真爱，
啊，真爱，真爱，真的爱你很久的人。嗯，嗯然后你每年都会有新朋友。希望你们那时候，希望大家穿漂亮一点。礼服吗？当然啊。Oh, OK， 哇、wow、哦，要有来吃喜酒的概念啊。乱讲一通，没有啊，我们不都这样子吗？我们去年跟大家约礼服、啊 oh, ，OK OK OK， 对啊对啊，我们当天如果没有穿礼服，不要让他进来。哎、欸，他们 pass 都买了，怎么敢？哦，不好意思，就是你们穿来的都是礼服啊，对对 对, 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穿礼服，那你要穿燕尾服吗？燕尾服，我穿礼服你。你结婚会穿白西装还是穿那个 case, 我其實？还是穿花的？随性吧，花的干嘛、啊？还是你会穿 bikini？ Bikini？ 不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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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我本人吗？我应该会依照当天分派的工作决定我的穿着，这样子。我也是。哦、你是新郎啊，有什么好分派？你有事吗？你、欸、有时候可以穿很不用穿西装或不用穿什么。我们要在海滩，我们决定都不穿。我们要裸奔，陈秀清跑前面，一直要把他拖下水。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现场呈现一种冷。我在解释我的23号，你在23号，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另外一种的开心，另外一种的嗨，因为23号也铺满了还蛮多节目哦，真的，然后也会留言很多礼物，哎、欸，他们今天留言就是一直在赞美你，然后说你帅啊，新歌很好听啊，谢谢、嗯、谢谢，然后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什么？就是真心真意的愚昧的爱着你这样子，我还是要感谢他们，因为其实我还蛮久的愚昧的爱着，我真的很感谢。不会，你们大家都是明智的，胡宇威这么值得爱，对不对？我们爱他都几百年了。谢谢。我其实已经大概半年了，没有什么出什么任何的作品了嘛。嗯，就为了要、那個、依然的还是在后续都支持我。有有有，然后你都会每个月生日还会送礼物给别人，嗯嗯，对不对？然后会在那边有本月寿星，然后我们节目敲他敲很久，大概敲一年吧，他终于来了。没有吗？有啦，没有啦。这节目就大概一年，从第一集到、我跟你们总监从第一集就说你可以找胡宇威来吗？不是，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什么作品啊。不会啊，我们就觉得你是大明星，我们叫安安大明星。不知道要聊什么啦。不会，你就来了就是个礼物。只要做宣传是最好的事情啊。没关系啊，你来说大家就开心。观众那么爱你。没有，他们爱的是你，我是陪衬的。对啊，干嘛这样？哎、啊，没事啦，我觉得维基百科里面有胡宇威专家，我所以就是23号也会看到今天来主持。你现在是在邀请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可以啊。OK， 啊那个后面这些有要去吗？我宣传完了。哦，好，再讲一次啦。啊，我可以去吗？啊，你这不是已经我帮你拿了。可以，7月29，有从7月29号在高雄的梦时代3点，然后台南的南方公园6点，8月5号4点、yeah. 晚上，下午，yeah. 台中的大鲁阁，大鲁阁啊，大鲁，我刚刚根本就是大鲁阁新时代的时候都会办签唱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刚好好好的欣赏新音乐，嗯。然后更好期待跟你们握手。好，谢谢胡宇威今天来。哎，我刚刚做了那么好的 ending。对啊，就谢谢胡宇威今天来啊、哦。谢谢。这样不是很好？你不是说 ending？ 就在咳。没有咳啦，不需要这样子，哪有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有人情味的那个。天哪，主席让你掉下去。来。哎，你要选一个。哎，今天让我拍拍立得吗？还没拍哦。好，等一下。哦，这个也要 OK。等一下可以拍来送。我们就选一个。可以吗？选什么？就你拍，就是署名送给一个人。OK 啊 ，Only one。可以啊，你自己选。在这个留言，你不要，我不要，我才不要呢。好，你自己选。好，从现在开始，你们是直播。从现在开始留言，然后那个从现在开始留言，此刻开始留言，要留什么？胡宇威安安这样子，宇威安安。Okay 啊，要留言宇威安安，然后从现在开始，然后我们再随便选一位，对，选一位留言内容就是宇威安安，然后再安安大明星按赞，然后分享一下、oh, 这样子， okay, 这样可以吗？ Okay, 也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写宇威安安哦，然后你按安安大明星是署名的、嗯，比方说那个留言的人叫做陈婷妮的话，我们就是兔婷妮，嗯、然后就胡宇威，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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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然后中间写 love you 这样子，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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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可以吗？好，哈哈，没有人在留哎，他们都不要，没有有 delay。哦、真的吗？是 delay 吗？有吧？真的开始？有啊。I'm sorry。Come on。来来来来留言哦，胡宇威安安，然后才可以得到那个署名拍立得。
开始了，开始了。好，现在，怎么样？哦，对耶，不，我今天什么都忘记。什么东西？我跟你讲，那个辣椒好恐怖。我们这里有一个梦想版。我跟你讲，胡宇威，你今天让我整个什么都忘记了，已经走样了。你们这个节目从今天以后就开始要走样了。怎么了？这是什么？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啊。对啊。谢谢。然后我们还要，等一下还要选那个。对对对，我知道。然后还要自拍耶。本节目，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节奏非常的混乱。所以那我跟你讲，你帮我选。好，我在想。你选，我写这个。写胡宇威安安，宇威安安开始。我要写什么？就 What dream is。Oh, what's my dream?No, no, not your dreams. What dream is?、Oh. All right.、please. Okay. No, in Chinese, okay. 我不行啊。Oh, please. 你讲英文 ，Come on. All right. 好。胡宇威安安，胡宇威安安，胡宇威安安，胡宇威安安留言中。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哎，就是手套。哎，真的没有干呢，怎么办？生日会送这个，就这个，我们要在安大明星送啊！生日会还要送这个哦，好啊，好啊，好啊！你生日会可以先，生日会再送这个，所以今天不要送吗？你说这个拿去，所以你不想在这，我们这，你到底是哪个节目的制作人啊？你是生日会制作人，我们在这里。因为粉丝得到一个礼物，然后去人家生日会上面送，这是有事吗？他怎么了？啊？我的那个制作人他到底怎么了？他看到你，他整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乱七八糟。所以生日会才要送吗？我们在这里送啦，生日会我们再签一个新的。生日会自己带一个手套来哈、哦，好。啊，不管了，没有这回事哦。啊、没有这回事哦。好了，我生日会我该送的我会送哦。好。生日会上面那个，我再准备一个给你们。胡宇威安安留言中哦，请哎，好多、哦、怎么办啦、啊？你选，我不要，你自己选，太多了。我明明就给你选，不要不要不要，你选很多，你自己选，拜托。我写完了。哦、oh, you， 你要拿麦克风说一下 ，dream is 什么那个 ？dream OK， 那我先。你要用英文哦。给你们。你要一个完整版，我们会把这一段就是剪成一个那个励志的那个影音。Oh, 就是会单独呈现，所以我把它念出来。因为今天全程太瞎闹，只有这一段是内容，所以我们只能留存这段画面， okay. 其他东西可能会销毁。Okay. 就是他们完全就是不知道再来看的时候是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我开始念了。好，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五四三二来。OK， 啊，尽量可以让它有一分钟左右的长度，这样好不好？我们念完就没了。啊，你要解释啊，你要给大家一些鼓励啊， oh, okay.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 okay. 准备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最有意义的一段内容要导播，请可以 take 他的脸吗？全景，对对对，因为我们要剪下来在网络上影音单独播出。好，五四三二 ，action。Dream is always in your grasp. Do not understand. 再一次好不好？好烂哦，烂透了！你连这个也要再一次？好，那这一段那个辣椒蛮辣的， okay, 是知道吧？知道痛苦了吧？哎，不是痛苦，大家只是一个开始。OK OK。啊、我们 NG 也会剪进去，大家不要担心。就是从刚到现在这一段是今天最有意义的内容， oh. 我们要剪了。OK， All right， 那、啊、要不要先喝点水？没事，没事。好，准备了，来，五四三二 ，Action！ Dream is always in your grasp.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your mind. 他是说梦是永远在你的手中里，不要低估，不要小看。你脑筋的实力 ，the power， 嗯 ，under 20 seconds， perfect， OK， 谢谢，好，可以选，所以我要选呢，对啊，啊，就这样好了，一个选那个署名的那个拍立得，一个有这一个，对、啊、对、啊、对、啊，还有宇威安安，对，然后一个送手套好了。啊，不要手套，我们改天再送。嗯、欸，好啦，让我们那个多发挥一下那个。欸、你今天来的就是大家好嗨，你看这些实习生不下班呢、欸。啊，选好了、喔。对、yeah. 哪一个？李玉慧哦、喔，哪一个？这个。等一下啦。这个。李玉慧哦、喔。对不对？李玉慧。哎、欸，李玉慧，你被他选中了啦。李玉慧可以得到。我念对。对。你们名字太难念，他念不出来，所以他念了李玉慧。
我念对啊。好，但是你不要再乱念了，但乱念你就要多拍，要送给人家。今天胡宇威只有送出那一张署名的拍立得，得奖人是李玉慧同学。谢谢。教育的玉哦，然后制作人，这是你的工作，你要记住那个人是谁。李玉慧。我觉得我对我制作人今天的那个服务觉得很奇怪。哦，所以我们等一下把他，你要不要把他带去你们公司啊？可能比较方便。玉慧，那我知道怎么写他。哦，真的吗？ Yeah, yeah. 好好好。我以为我们还要留三张自拍哎。就是手机自拍，不是我们两个等一下也会自拍，哦、这次一定会有。会啊好啊，对对对，然后今天节目最后就会献上我跟胡宇威磨鼻子的那个画面，送给他。那就都送了。OK。好的好的好的，对。但是那个，哦、他好嗨哦，那些妹妹就是整个，你看我们两个的胡说八道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最受欢迎的内容。对，所以大家很。我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种状况长时间以来已经好多年了。这就是爱。这就是爱。That's love is。这就是直播的魅力。嗯，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学到的是什么呢？每个在直播当中一定会有所收获，就是学到不要陷害好朋友，不要喂人家吃人家平常不吃的东西，然后你自己也会吃到，所以你自己胃肠也会翻搅。但是其实有时候，但是明天早上一切都会风平浪静。但是这就是。我进入这个行业已经快十一年了。哦，真的，这就是观众要的。对啊，所以我们今天都做了。这就是观众要的。当你们公司说要吃很辣的面的时候，我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说他来就要撞出，我就说哦好啊，这样子。嗯、对，所以你现在有要让他自拍的意思吗？没有，我等一下再自拍啊。我们就在现场拍，快点。就在这里的三张。OK， 哎、欸，拍立得爱。不是拍立得归拍立得，所以我们来好拍立得，我们今天的。拍立得是归拍立得，自拍是另外自拍。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拍吗？Yeah. 好啊，今天都有我，非常不好意思。很好、啊。拍一张自己的啦，他们如果不开心，我也不好意思。欸、奇怪，你干嘛把自己看成？没有，没事，你是大明星哎，我制作人都不理我，都理你了，我都知道今天的立场不是很相同的。OK OK 好，是还他。好啦，就是我们今天跟宇威就是开心聊天、嗯，然后知道你那个发 EP， 其实我们都很开心。啊、哦，谢谢。就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让好朋友见面这样子，是认真说。然后那个我知道，这个你对自己的工作啊、事业啊，很多事情其实都怀抱着很有阶段性要去实践的自己的那种规划，希望你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稳健、愉快、开心、成功，这样子。成功，谢谢，好不好，谢谢你今天来安安大明星。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你下次还要来吗？可以吗？可以不要吃面吗？我还以为你就说不要来吧。那你要吃冰淇淋吗？我不要，不要，那个不好。对啊，它化光了。嗯，不开心。好，谢谢各位。欸、你现在是要帮我做 ending 的意思？你不做 ending？ 要啊！记得大家要去买 EP 哦。然后这个。封这个买得到吗？买得到，精装版的、这个。现在21号已经开卖了，21号就开卖了。21号就要开卖了。好，那23可以拿来给胡宇威签名，哎，是吗、啊？对，是不是？对，生日会的那天嘛，就会签生日会签名。OK， 对啊，就23，所以我有讲错时间吗？没有，很好，谢谢。吓到我了，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目前呈现就是脑袋没有很紧，哎，旁边有人笑、欸，哎，贵公司的人笑。贵公司的人今天也站在你的这个立场，本公司的人今天也支持你。我本人现在觉得应该要下班了，就今天这个节目。我也觉得你什么时候要下班？现在 right now。Oh, okay.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欢迎大家上网收看胡宇威的最新 MV 有两支。如果你想要看到他跟陈婷妮磨鼻子的话，请你自己上网看。谢谢。那我们要磨一下鼻子做节目的 ending 吗？我们刚刚已经磨了。我们刚刚有磨鼻子了，请上三立娱乐新闻去找照片。哎，我已经没有声音了。谢谢胡宇威，23号见。谢谢大家，安安大明星胡宇威，耶、yeah。哦，还有后续哦。对啊，是不是很酷？我们是很认真、嗯。所以这个到最后是要他会哦，对，到这个一个那个之后，我们会先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网站。没有，在公司有一个梦想。跟你说，今天真的是为了特别搬到这里的，想要让不是，我是说问一点哦。我们平常在那个办公室啊，
哦，我想说为什么都全部都搬，因为那边不能煮，对对对，对不对啊？就是拿你看他们都已经帮我们准备，这个是厨房啊，大家都很期待，你们有没有吃到？不敢吃，不敢吃，还其实真的还好，真的还好，看起来不像，对，看起来不像，他是完完不能。完完全全不能碰到，对啊，第一个不能碰到，但他已经付出了，就真的还好，没那么辣。哎，大家都再来下课，可以拍手一下吗？